这个天我从来没有在德国见到过，这个好像是把那个云层不同状态的时候叠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像绸缎，前面又非常的清晰可见，然后又很模糊的又很精确，就很好看。来这么久没有见这样的天。 感觉有点像花岗岩的断层，真的超美，超好看，像把那个波特梅夫博物馆的画偷出来，放在天上的感觉。